国内疫情升温，尤其是双北地区疫情更是屡屡飙新高。教育部长潘文忠呢，18日的时候就宣布了全国各级学校以及公私立幼儿园停止到校上课。面对防疫学校停课，家长如果要亲自照顾小孩，可以请什么假呢？让我们现在一起来看，假别呢分成两种，为防疫照顾假以及家庭照顾假。其实两种假的差别只在于需要照顾的孩子年纪。如果小朋友超过12岁，家长没办法请防疫照顾假的话，那就只能够请家庭照顾假，时间最长只有7天。相同的是呢，这两种假别都不强制雇主给薪。那么各国防疫假又是如何运作的呢？以挪威来说呢，是100%的全薪，前3天由雇主支付，超过3天则是由保险支付。请假天数呢，视情况落在20天到60天不等。瑞典则是由保险支付90%的薪资补偿，芬兰则是由社会保险每个月支付大约新台币25,000元的补助，德国呢则是6周的有薪照顾假，67%的薪资补偿，上限大约是新台币的7万元。纽西兰每周政府补助雇主支薪新台币12,000元。5到14岁的小朋友呢，政府还会再加码补助在家托育的服务。其实比起各国，台湾的防疫假呢，配套措施明显是有不足的，才会让学生们刻意停，家长哀嚎声不断。